抽的男模签，我猜是。嗨，我是茂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我开的。今天我们要去爬大阪阳明山。从京都过来吧，一个多小时呢就会到这边。从大阪更快，大概二十几分钟，它就很近啊，又有温泉，哦，感觉就很像大阪的阳明山。出发，这个大阪阳明山啊，爬到山顶好像是两小时多吧。然后山顶上呢有一个很酷的寺庙，它就是以很多达摩闻名啊，就是很多不倒很可爱，很多人拍照片，光美寺庙。还有就是这个景色，望出去的每个山的位置。到了，还是我们直接泡温泉的，不要爬山了啦。背妈妈上山，我们是要这样上山吗？谢谢。妈妈来的话，就不要。这是阳明山的，你就进来会有一些高级的。吃不起的，我就喜欢这种可以坐在就是庭院晒太阳吃饭的地方。おいしそうですね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めっちゃおしゃれ。他说可以面着喝。でお食事リゾットのコースが2310円。嗨，いいね。意外的吃得起，我很开心。其实我预约了一间意大利的披萨。都在这边吗？在附近，但没有河景，也不是这种。那赶快取消。但他一个 course 要3500，那还是不要取消好了。就当作是你的生日礼物。谢谢。还要跑完山才吃哎。我们要进山了。我看到一个免费的面盒的位置。哇！免费。我觉得刚刚那边比较好，因为你少了这个配比瘦肉要吃瘦的薯条，有了这个你就跟在那边一样好。我加难，快吃，你要吃，快戳到我自己牙齿。看到有鸭子在河里面游，哎，它在溯溪耶，好可爱。啊，这边路都是这样子吗？这样很轻松哎。前面是，应该是说一般人认知中的基面公园路就是这样，我们不是一般人。什么瘦身打卡的王美？王美不怕苦，不怕难。是什么？巧克力派。不是很常吃到那种玉米脆片的巧克力点心吗？但这个口感更细致，更酥软。又开始热了，爬了几个阶梯，就热，热得要脱外套。这里有一个狮子岩，哎，真的有像哎。这边就是一般人健行散步的基面公园的终点吧，基面瀑布，也就是我们这个轻松路线的终点。对，接下来要困难了。我点了一份炸枫叶跟一份炸薯条，接受。究竟是不是真的枫叶呢？它长得就是枫叶的样子啊。而且它那个饼干做的甜甜的，好好吃哦！它的味道其实很像我们的甜甜圈，双胞胎那种。哎呀，落叶、归根，里面是真的枫叶。枫叶来了，这就是我们吃的东西。圣运的寺庙，圣韦寺。现在距离圣韦寺还有2公里，我们还没有走到一半。这边有一个禁止钓鱼的时间。日本钓鱼很有趣，我们要去。他们当地买那个钓鱼券，一天好像3000块吧。其实每个地方不太一样，我买了年票，大概也是2000还是3000，我忘了。可以一直钓。然后我只钓了2次，只1000，一直都没钓到。好累哦。怎么很累？你看一下，我们才从这边开始走一点点而已，我有点累。
软弱的 YouTuber。不行，我可是登过富士山山顶的女人呢。啊，加油！可见这个是比富士山还难爬的山。并没有，我看到捷径了，那边有马路。那是去别的地方的路。也是我下山的捷径。像去什么神社的道路？有刚刚有拍到我的黑广告式笑容吗？有吧。它很正向。然后现在是限时段爬山，其实限时的是你们也看不到的，没有在录影的时候。我就是没有在爬山。这个是什么山顶吗？古代遗迹。它是以后的古代遗迹，大家都不懂2000年的人类在想什么。我们现在在哪里？在那边被摸的最亮的一个点。我们看到达鲁猫了，小达鲁猫超可爱的，这感觉放蛮久的，而且好像这只是最近加进来的，五官还比较完整。我们等一下就是要去这个达摩的寺庙，这边都是我的眼馋的妹妹。看到达摩就代表我们快要到啦，因为它的那个地方就有一个达摩的石签，大家抽中达摩之后会把它放在寺庙。一路上都有那个小达摩，达摩指路，你有听到声音呢？诵经的声音，有种就是越来越靠近神圣之地的感觉。红灵芝，这代表这里是圣地啊，地灵人杰都长出这种神物了。这游戏里面的话，吃了可以加600灵力，但这种灵芝不能乱吃。不过在惠比寿日曜直送，我们有一款药就叫红灵芝，可以来试试看。他说，为了避免让那个野生的动物，像野猪啊，然后鹿啊，进到人类的生活的区域，所以他们有一个这样的铁栅栏。那怎么开？我完蛋了，跟野猪一样。他就是要防我，我觉得我好像猴子，我在摸索要怎么开这个人类的发明。他这边还叫我们要注意熊。大家爬山的时候要多聊天，要就是吵一点，熊就不敢靠近。我们要看到一个在洞窟里面的小达摩，他好像在里面坐禅的感觉哦。那边都是小达摩哎、欸，你看到了？我终于看到了，异色版。这次是放太久，到它的红色褪色到不是不是，它其实有很多颜色，你等一下会发现。哥又在讲干话。没有，我讲实话，我不讲干话的。你看他又在讲干话。他们有开会。这边的在开会，然后这个是被霸凌，然后这边还有保龄球版本，太可爱了。耶、yeah, ，我们到圣韦寺了。但它叫圣韦寺，其实是有它的历史。这庙原本是建立在大概西元700年，也就是它已经有1300多年了。哇，还很厉害，其实蛮感动的。你看到这是这么有历史的建筑。它原本是叫弥勒寺，弥勒佛跟惠比寿也长得很像。后来是有某一个天皇吧，找这一个寺庙的主持去帮他祈福。但主持那时候正在修行，使者就来叫他，哎、欸，天皇找你去。他说我在修行，没有空，就很任性不去这样子。使者就说，你只要在天皇的土地上，就要听天皇的命令。主持一听就跳到他的法杖上，他就站在法杖上，超厉害。然后他以为使者只要没话说了，使者又跟他说，啊，你的法杖不也是在天皇的土地上吗？使者嘴炮。然后这时候法杖就浮起来了，他就飞起来了。使者吓死了，使者就真的回去了。天皇后来听到这件事情，就亲自过来，然后就说啊，你赢了本王，所以这个寺庙就给你一个新的名字，叫做圣王寺。那圣王寺毕竟有点太张狂了一点点，寺庙就不敢叫这个名字，就改成圣韦寺，因为王跟韦的发音都是 O 啊。好酷哦，这边都是小达摩，好可爱。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小达摩？它这个地方就是圣地了嘛，所
所以就有一种祈求胜利的意思在其中。啊、对对对对对。然后达摩就是大家会许愿可以愿望达成的一个保护神的感觉。紫金山，因为它1300多年嘛，在这边像元赖，好像元赖昭啊，还是什么足利将军，你来拜过吗？对对对，在惠比寿日曜直送的文章里面都有写到。哥哥的药妆店呢，不止卖药，因为我分享很多日本的一些历史啊、豆知识，很有趣、啊，很有深度。啊、他说，源氏、足利氏都有来这里祈求胜利。那这里祈求胜利，不是说你祈求了就一定会胜利，而是你自己要努力去达成。不管是不断的摔倒，你再不断的站起来、嗯，那这就是达摩的一个由来。达摩就是不倒翁嘛，你再怎么摔倒，他都会再度站起来。这边因为有抽十签呐、啊，就是大吉、中吉、小吉的那个抽签。那你抽完之后，有些人就会把他的达摩放在这边，你会看到现在这种画面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。哇，这边有个特技达摩，像这个墙壁的边边也都是小达摩。真的超多，它就是基本上这个寺庙的围墙上都是小达摩。松树上面长达摩。其实一般人来参拜呢，大多数都是搭巴士过来，是从正门进来嘛。那我跟我哥是爬山，就是从后山进来，现在呢我们才走到寺庙的正门口，然后超级壮观，我的妈呀，全部都是达摩。这边就是有教你达摩祈愿的顺序，先选你的有缘的达摩，然后这边就是在上面写下你的目标，感谢，去拜拜，好，过香炉啊，然后呢一边想着自己的目标，一边就是先画上一颗眼珠，达摩的右眼。当你目标达成之后呢，再把他的左眼画上。最后一步就是来庙里报告，跟他说你的目标达成了。好，把你的达摩供奉在这边，所以才会有这些你看到都是画完的，因为这边是已经达成了。哇，哎，我突然觉得好正能量哦，有笑脸的，最大只的都被放在上面。这只好可爱，有个坐垫，肚子很大的达摩。就是有一些人慕名而来嘛，知道这个是达摩寺，所以都会带一个别的地方的达摩来凑热闹。这边有达摩战队，达伦马人就太好笑了。到了圣维斯的本殿，楼梯上面达摩藏在细节里，三只在躲雨的达摩。刚想买10000块的那个许愿达摩，但是只有7000块的。因为他们都是手绘的，所以你可以选你觉得演员最好的。但我哥说他看都一样。左から2番目。在我的建议之下，决定帮 Hiroki 也抽一个。他这边有一个达摩签。就是我们看到的小达摩，其实就是这边卖出去的。那你可以留在寺庙，他就会帮你每年烧掉。你也可以买两个，一个留在寺庙，找一个你喜欢的地方放，藏在这个寺庙里面；另外一个带回家。我们现在要去过香了。你刚刚心里面有想你要完成你的目标吗？我的目标就是想把它画圆。全心诚意拜完了，还是要靠大家多多帮忙啊。那你要拜的是这边。我那个，请大家
多多、啊、支持哥哥的小小药妆店。本来不知道要许什么愿，好像没什么目标。寺庙关了，巴士也没了，所以我们现在要走下山。今天不是爬山行程，还是下山行程。我天哪！大阪阳明山山脚下的高级料亭，干杯！好，干杯！我们点的都是鸡面这边当地的啤酒。我觉得这个很清爽，好喝哎，很顺。おお。哇，直接见证到别人的成功，就感觉自己好像也有就是被保佑到的感觉。而且他们就是一群好像小学生吧，然后参加那个就美式足球，然后真的是获得日本第一，好厉害，超级恭喜他们的。他们九月来求胜利，然后十一月就日本第一，太厉害了，真的来拜一下。这样子有个小签，我猜是大吉。大吉，好赞啊，超开心！大吉也蛮开心的耶，我觉得这边真的很灵验，因为刚刚在下面就已经看到两个人是来祈福，然后把那个达摩在供奉上去的嘛。刚刚听那个就是在诵经的，就是盛宴祈福，然后直接写这种表，写住址啊。你的个人资料，像很多公司祈求成功也会来这边，法人也可以写，真的什么都可以求。然后价格呢，一座是5000，一个月是10000，一个月每天都帮你讲吧，每天都会帮你讲哦。像刚刚这个评言，他真的是会念说你是什么什么省，然后什么什么公司，修费很久。对啊，就是生意兴隆。你的愿望。对，这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来申请。去找我的小达摩要放哪里？大家来的时候可以来找一下我的小达摩，他现在一个人有点寂寞，傻逼气。大家到时候来可以把你们的达摩放在我的隔壁。